你怎么没有看过 Hooters 有男生啊？哦，我是吧台的。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因为你们除了美女阿姨，好像还没看过男的。好，我们要进去你们家啦。OK。因为我是别的店来，我们来拿货了。OK。就像都有怎么还预告嘛？就是你可能会对我。